大家好，我是飞机的设计者老郑。别看视频拍的欢，小心是非炸成片。其实呢，这架所谓的电动雪橇车在前几次试飞的时候，起飞之后直接空中转体2周半就摔在了地上。原因呢，就在于这个机身或者是车身的尾部有一块竖起来的板子，由于这块板子和拉力线的位置之间的相对关系，所以让这个板子起到了很大的升降舵的效果。在现场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，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飞机的尾巴给切开了，这样才能保证它能够飞行。所以为了保证在下次不切开的情况下也能够飞行，那么就可以考虑调整一下拉力线和机身的相对位置。因为整个飞机的横截面积很大，所以它的阻力也很大。然后本来是想做成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外形，但是没有想到这种外形给它的飞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不过好在最后也算是成功的飞起来了吧。每年的圣诞节之后就是新年，那么在新的一年里就祝愿大家万事顺利，朝着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吧。欢迎大家点赞、收藏、投币、转发哟。